女王应该具备的条件有很多了，但是我自己认为女王一定要有一个漂亮的脚，尤其是脚掌，不能太瘦，不能太痛。我自己会比较看女生的脚，就看比较细，看脚趾头上面有没有毛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指甲有没有修得很漂亮啊。这个很重，就是可以看出那个女生的个性，女王的个性。